我爸爸给我报了钢琴班，我妈妈给我报的书法班。我讨厌做小孩子，整天要学这学那的，放个暑假都不消停。我也讨厌做小孩子，我好想快点长大。小小赛，我家有一台时光机，可以直接让我们去长大以后的世界。那真的太好了，我没快去未来吧。我们直接从这里进去，如果想回来就说一句，我想回到小时候就可以变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快去吧。你快点给我做饭。好，好的，我现在就给你做。爸爸，我要拉臭臭，你先给我擦屁屁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啊！我要回到小时候。小小太，你怎么比我回来的还早？长大以后的世界实在太恐怖了，不仅要努力的工作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我也觉得长大以后的世界太辛苦了，看来我们还是做小孩子吧。